继北港朝天宫妈祖和港天宫妈祖双妈会合体绕境祈福之后，17号花莲港天宫举办了三线祝寿礼团拜等大典，县长徐正伟亲临团拜大典，也祈愿天上圣母和众神可以祈佑花莲合祭平安，事事无灾。继北港朝天宫妈祖与港天宫妈祖双妈会合体绕境祈福之后，17号花莲港天宫为了恭祝天上圣母安坐37周年，玉皇上帝安坐34周年，祖母娘娘安坐24周年，观音菩萨安坐24周年，六十甲子太岁安坐10周年庆，举行三线祝寿礼团拜等大典。现在许正会亲临团拜大典，祈求天上圣母与众神祈佑花莲合祭平安，事事无灾。从去年白沙屯的双妈游行到今年的北港妈绕境，我们真的很感佩港天宫的凝聚力的团队。我们是不是给港天宫的总监事还有团队给他们掌声好不好？当然，更感谢我们所有每一次只要宫庙司堂有风气、有大的活动，甚至我们外县市的神祇来到花莲来绕境、来安坐、来这个祝功，我们的所有的宫庙司堂都能够鼎力的相助，而且都能够很开心的来参加，让我们的神祇都能够很开心。而且很圆满，在花莲为大家祈福，让大家都非常非常的喜乐。所以在这里，各位啊，祝福我们的港天宫香火鼎盛，而且我们终身来护持。也谢谢港天宫，无论是对于护持我们的妈祖，以及守护我们的地方，协助到我们的各乡镇市公所，还有我们的弱势团体的一年。以及无数次的旅游的捐赠、讲助学金，还有地方的这个活动。现在许正伟与民政处长林金虎三线结礼，三跪十叩首，最敬礼虔诚祭拜。现在许正伟祈求妈祖护佑花莲县今安居乐业，泰场面庄严隆重。记者邱文华报道。